你是何人？见到本公主为何不跪？我是秦王妃。你就是秦王妃？就凭你还想越过明香姐姐？你不是脸上设有毒疮吗？我的毒疮已经治好了。听说你为了嫁进秦王府可是费尽了心思，明明吉时都过了还自己踢轿自己拜堂，你这样根本就不算是过门，还好意思称自己是秦王妃。公主，我这婚可是太后亲赐陛下钦点，你否认我是秦王妃就是否认陛下的旨意喽。大胆，竟敢污蔑本公主，来人给我掌嘴。是。嬷嬷，把他给我抓起来，本宫要亲自掌嘴。是是。公主，公主，公主，哎，公主，你没事吧？对呀。你没事吧，公主？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ed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This really happened here.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皇上。然后呢？皇上，我错了。我也有错。走。你从今往后便搬到闲云阁去住。这包草药给你，这可是我精心为你调制的，泡澡的时候用，可以固本培元，舒筋活血。你可千万记得用啊。完了完了，这下连秦王的面都见不着了，我还怎么去查他身上的风族印记呢？张嬷嬷，我来。哎，不成不成，
我以前在韩府也是干活的人，闲不住的。我来。哎呀，不成体统。赵嬷嬷，哎，殿下平时有什么喜好吗？殿下性子比较淡，平常就爱好看书、练功、喝茶，没其他的啦。那他一般什么时候洗澡啊？王妃娘娘问这个做什么？你不知道，殿下前两天中毒了，体内还有一些微量的毒素，虽然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但是还是尽快排出比较好，你说是不是？我今天给了他一服泡澡的草药，但我怕他不用，我就想去看一看。我们殿下做事向来规律，每天都是虚实泡澡。谢赵嬷嬷。王妃娘娘您客气了，都是为殿下着想，我们殿下迟早知道您的心意，让您搬回去的。虚实。殿下，王妃娘娘的药已经让府里的太医跟毒医都看过了，药没有问题，而且他们还都交口称赞说这个药方配得太绝了，如果你每天都拿这个药方泡澡的话，可以固本培元，强身健体，还能让你的功力大增。太医说这个药方里面有黄芪，有党参，有灵芝，有蛇床子，还有王妃娘娘想和殿下一起洗个澡，你们拦什么？还怕殿下被王妃娘娘吃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说太医毒于众多，要我何用？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